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当你能够放下手中抓取，你才能够得到无限。请问老师，放下手中抓取指的是物质的抓取，或还是还有更深层的意思？得到无限，得到的又是什么？如何才能够做到？好，我现在讲个比喻，比如哈，一个人他手中抓了很多的石头，抓了很多的石头，那我跟他讲说，就是，来，我现在这里有个钻石要给你，那。希望你放下手中的石头，这个钻石我就能够给你。他说：“我不愿意，你那个钻石小小的，我这个石头这么大，哎，我这个比你那个大，我不愿意放。”他一直抱着很大的石头，不愿意放。好，就算我要把钻石给他，他也得不到。如果他能够体会到啊，原来他是一直很辛苦的抱住那个大大的石头，没有得到真正的钻石，没有得到真正的智慧。如果当他有这样的体会之后，好，他愿意放下他过去一直紧紧抱住的那个石头。当他能够真正放下他过去所坚固坚持抓取的，这时候我们就能够跟他分享新的礼物，他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智慧珍宝。人很多被自己熏习来的那些观念，根深蒂固的观念之间，把自己框住。把自己掐死，就好像很多人他的学习课程来学习课程，最初的时候都觉得啊，这个不错不错哦，好啊。但是当他越深入之后，我们这个课程是要帮助你，你要放下自我，你要逐渐的淡化自我。但是一般人他过去熏习的观念，不管在社会上所学，或是在宗教派别派系里面所学，很多都是让他不断强化自我，不断强化自我，所以变成越修越有所得啊，越修越厉害，然后越修那个成就感、满足感越高。但是这方面他是朝向强化自我，而不是真正朝向无我无私。不是真正心灵品质的净化提升。好，当他来接触我们这些课程，最初会觉得蛮不错，很好。但是当他进一步逐渐深入之后，却发现啊，这些课程是要让他放下自我。哇，他后面会感觉这个是要他的命啊，好像要扒他的皮呀，要他的命啊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他学一半之后，他就不敢学了？他就不敢学了，因为我们的课程进一步你深入之后，那是要让你回来看到，你那个苦海就是自我意识所造成的。那怎么样从有痛苦去照见自我的颠倒梦想，去关照到自我的问题，然后愿意放下那个自我意识？放下那个小我，如果你真的有勇气去面对、去突破的话，你放下那个小我、自我意识之后，哇，你后面你的生命就会蜕变，就会迈向无我。但是这个要有魄力，你要敢面对自己，你要敢真的能够放下你过去手中的抓取。手中的抓取还比较容易放，心中的抓取那个是很不容易放的，很不容易放的。
啊，所以如果你放不下心中的那些抓取，放不下世间的名利，放不下对道场的执着，好，要给你新的，要给你真正的智慧珍宝，你得不到。这个就好像你一直紧紧的抱住那个大石头，不愿意放，所以要给你真正的宝物，你得不到。如果你能够不抓取，不抓取，好，这时候你能够一个敞开的心，虚心学习，让自己的生命是新鲜的，生鲜的，让自己的生命随时归零，让自己的生命随时都是虚心在学习。你一个虚怀若谷的心，好，宇宙的真理智慧就会不断的流入你的世界里面。你要能够放得下你过去的抓取，你才能够让生命蜕变重生。你要放下手中的抓取，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珍宝。你要放下心中脑海中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之见，你的生命才能够来到真正的蜕变。所以为什么说真正的解脱，那个不是练功夫，而是要断诸结缚。你要迈向解脱，就是要把各种那个结缚，就是你的抓取的种种抓取的，你这些抓取你如果不断除的话，不断各种结缚，你没办法来到解脱。是你那些抓取，然后抓很多的很多的石头墙壁城墙，构筑很多的城墙，然后把自己封锁在一个小小的世界，然后再来喊苦啊苦啊啊、哦！所以你愿意虚心学习，生命就有无限可能的成长。你愿意放下心中的抓取，你的生命就会无限可能的成长。OK， 好。感恩郭老师哈，我想我们都盼望着放下心中的抓取哈，快速成长。